听。Okay. 对，那么最近听说感情生活也很丰富，是吧？哎，我觉得你们今天感觉你怎么离我那么远啊？对啊，而且你一直在默默的观察家珍，你们最近是不是有一起拍摄过什么，还是有什么美赛共的秘密？怎么谁来都是跟我有关系啊？我才想问你，你怎么那个一下子秀清姐，秀清姐，啊，一下子郭婷云，郭婷云，对，一下子我妈妈，哎，你妈也加进去。志豪哥只要去外场表演，我妈都会请我带他去看他，然后我还要跟他的经纪人联络。你们等一下表演完，我可不可以妈妈跟志豪哥合照一下？然后我妈还会说，就是还会穿好看的衣服啊，然后配什么鞋子啊，配什么包包，就为了要去看你。哇塞，豪哥，现在你是叫我志豪哥啦，一个不小心你可能改口要叫阿健哦。啊，那是叫有关系的叫爸爸。啊，那是阿健哦。我希望大家社会连盘，恁早间的新专辑刚就叫过去了。迄个 BB 啦，你讲今天专辑第四第三。迄个 BB， 迄个 BB 哈。啊，早间你都要拍片唱啊。好，爸爸。好不好？好。好，来破个声来个欢迎一下啊。等待好天。